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10月12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9月14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师傅向你请安。师傅，请您看一位64年属龙的女的，目前是卵巢癌第四期。64年的。64年。属龙是吧？你的哦，不是太好哎。是，已经卵巢癌第四期已化疗啊，已经有一点点扩散了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你讲什么？对不起，听没有。我说已经有点扩散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师傅他啊，医生说他只剩下1个月的寿命而已。嗯，他就是。年轻的时候邪淫太多啊，邪淫啊，啊，好，嗯，你像师傅他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？鼓励他了，要他许大愿了。对，他有许愿，就是啊，健身说法，然后他已经放生了整万条鱼、青蛙4000只，然后小房子也是烧了将近1000张了。不要放青蛙呀！哎呀，哦，好。哎呀，明白。放这种都没用，放鱼呀、啊，只能放鱼。但是傅他的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呢？小房子大概给他要念，要再念到208张了。两百多张。208张，两百零八张，可能念到一半他就走了，很麻烦。你这个念。就是走的话，你要让他上天的话，你也得把它念完呢。明白。但是我相信他如果意志坚定的话，坚强一点的话，还能活一点时间。不是医生说的几个月吧？应该还有一点时间，因为我看他现在比过去扩散的这个程度要慢很多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现在因为有一个男的，就是一直在拉他的命呀，一个男的。他欠一个男的命，欠他妈厉害。好，像师傅你刚才说，如果他208张还没有念完就走的话，如果有师兄结缘小房子给他救他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对吗？尽力吧，随缘吧。尽力啊，好，那他放生还需要多少呢？他这种业嘛，就是比较麻烦的，就是说你比方说一般的人说情感上的业，那么情感上可以化掉，那情感带到命了，那就要命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明白。像他现在目前最终是最好尽快的多念弥佛。好吧。明白。像师傅他放生需要多少呢？放生，可能还要先放6000条吧。6000条，好。如果有6000条活得下来的话，要继续再放5000条。好，但是他目前他大约还可以有多久的呢？也差不多啊，我看他这些鱼放下去之后，也就7-8个月吧。7-8个月，好，明白。我叫他尽量努力，叫他努力吧，不要去讲给他听了，没意思的。说菩萨会救他们就好了嘛。好。好吧。师傅可以看一位1972年属老鼠的吗？看他的右眼，他有那个白光飞蚊症，还有看到影子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1972年老鼠。看不好的东西看了太多了，叫他不要再看了不好的东西啊。有，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直看那种言情小说啦，色情小说啦，都不好的。对，师傅你说的对。这个不好的，他现在一直有看过的。这个东西叫电眼地狱啊，刚刚地狱下面刚刚就是。
就是现有的，现在刚刚根据人间太多的人看这种色情的东西，出现了一个叫电眼地狱啊。哦，这样师傅他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他一直有念弥陀忏悔哈。年轻的时候看这种小说啊，他现在还在看呢，偶尔的。开什么玩笑啊！马上停止才能消掉过去的业障啊！你偶然的新闻都不能看的，你这种新闻你都要过去的。对对对，他说有，不可以的呀，不可以的。你这个东西，你这个东西不能兴业，不能造的，造了之后你会倒霉的，会走人的，听不懂啊？嗯嗯，但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86张，好了好了，嗯。好，放生呢？放生随缘了，好吧？随缘好，师傅可以看一朵莲花吗？18763男的，16年新加坡拜师，18763男的，莲花。在，嗯。在好。嗯，好了好了。可以看颜色吗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嗯，好，师傅，感恩您，感恩您，马来西亚见，拜拜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啊，师傅好，没想到打通了，师傅稍等，师傅稍等。那个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各自一段各自背今天的问题，那个个子得不让师傅背，师傅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听见，讲吧。喂，听见。啊，那个，请师傅看一个亡人，他叫许瑞涛，今年过世的，2009年过世。许什么？瑞是睿智的睿，涛是波涛的涛。睿智的睿啊，睿智的睿。睿智，就这人很聪明，睿智对。许多的许。睿智的睿怎么写的？好像很难写的。对，上边是那个叔叔的，老虎的虎，老虎，不是老虎的，有点像，上边一个小树一个横，然后下边是一个，还有两个容易的容。啊、哦，知道了，容易的 啊，下边是一个目，眼睛的目，嗯。许瑞，涛，波涛的涛。想看什么奖啊？他今年2019年过世了，现在在哪儿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许瑞涛，许瑞涛，几月份过世的？8月，好像是8月，7、8月份。是这样的，他之前改过名字，然后呢，去世之前用的是这个新名字，他有个旧名字叫许勇，许多的许，勇敢的勇。哎，下面还算他这个名字的。哦，旧名字是吧？嗯，超度不够，不行，超度不够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中阴身，中阴身，嗯。哦。好，您师傅好厉害，因为他女儿梦见您跟他说他的那个新名字没有声明成功。看见吗？他女儿梦见这个。我看了半天看不到，找不到啊，明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那个之前他们已经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，然后也放生了，结果他癌症过世，那还需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？他家人还一直给。记住，癌症就是拉下去的，拉下去一般都是在地狱的，所以能够在中阴身，已经因为小房子的缘故了。我告诉你，凡是生这种恶病的话，这种人心肠不是太软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好的，那还需要给他念多少能把他往上抄？200张吧。200张，好的。那个他妻子一直放不下他，经常抱着他的遗物就是哭，后来他妻子梦见了那个棺材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说不好。当然不好，去哭好了、哦、哭到后来嘛也走掉了呀，这种很多的呀、哦，这种事情自己要想穿、想开、想通的呀。一个人想不开、想不穿、想不通，那么走人了呀。你让他、哦，你让他天天回到家里来看你哭，时间长了嘛，他就把你带走了呀。嗯嗯，是。那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过世的？因为他妻子一直就是很难接受，什么癌症嘛，就什么毛病啊？他什么癌症走的、啊？就是。这个还真不知道。你去问他什么癌症走嘛就知道了。
如果是比方说是内脏的毛病，那么业障很重，杀业太重。如果脑子里的业癌症，那么就说明他曾经动过很多太多的坏脑筋，伤害过别人。阴啊，阴气太重啊。每个地方如果骨癌的话，那就这个人坏到骨头里了。平时小气的来，自私的来，不得了的。哦，啊，这都有讲究，每个地方长癌，他就每个地方把你带走的地方，就是你业障重的地方呀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哎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那个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您可以看一个1988年属龙的，就是有人梦见他有劫，他这个劫会在什么时候？男的女的啊？女的，是我，1988年龙。你今年有369不啦？今年没有。看一下啊。哎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属龙啊，属龙啊。对，88年的龙。那你下个月11月的下旬就要当心了。哦，好的。有陷阱啊，有三个陷阱啊，这个三个陷阱的话，都会让你掉下去的，哦，是债务方面的，还是情感，还是什么呀？是钱方面的吗？全部当心。凡是这个方面全部当心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你要自己要当心了，你不要开玩笑了。你姐姐做至少要许念念10000遍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听师傅的。那个我小房子的大概念多少？你要知道啊，你这个你现在不要动太多的感情啊。哎。你现在还动感情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好的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有什么意思了？你告诉我，过去没被人家伤害过啊？骨头轻啊，又来了。你准备伤害到什么时候啊？哦、你讲给我听啊。嗯，对不起，师傅。脑子坏掉的、真的是。嗯，那您能看一下我的业障比例吗？几年的？1988年属龙。很厉害，32啊。你真的要当心啊、那个、你的腰也不好啊。是一直在疼。啊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你以为你很顺利啊，你这不好啊，你这个欠的情债也有。然后嘛，自己嘛脑子嘛杂念太多。心嘛静不下来。对。这个想做那个想做，烦恼嘛多多。啊。对不起，都被师兄说中了。对不起，自己要改的呀。人生在世，有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做呀。你拿不动的东西，你一拿就不割，不是折了胳膊就折腿啊，这不懂啊？嗯嗯，是的，好的，对不起，我改，师傅。好了。那个，您能看一下我的莲花吗？17128。莲花在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占人家太多时间了。哎，哎，好的，感恩您师傅，师傅您保重身体。好好改啦、啊、小丫头。哎，好的，您能再多说我几句毛病吗？还有什么毛病要改？什么毛病还少啊？多。记住了，脑子里不能犯邪淫啊。好。听得懂吧？杂念不能太多啊。活的要像一个圣人，不能整天做一个凡人。做一个凡人的话，那么整天那么在儿女情长里搞来搞去，那么像动物一样的，那么搞得出什么名堂了？明白了吗？嗯嗯。好了。嗯嗯。感情的纠，对，对不起。感情的纠缠会使你一蹶不振的，听不懂啊？明白，好的好的。那个最后一个，我忘记问你，对不起，刚才我那个今年过11月的这个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1988年的龙。65张。好了，哎，好的，好，感恩您师傅，师傅您保重身体，师傅再见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哇，这个电话号码不，信号不好哎，喂，电话信号不好，喂，喂，喂，师傅您好，对不起师傅，赶快讲吧。师傅您好，哦，对不起师傅，我没看到，对不起。请师傅帮看一个亡人，叫王嘉义，三横王的王，加减的加，义是上面一个草字头，下面一个我，2010年往生的男，请师傅看一下他在哪里。王嘉义，嘉是什么嘉？
加减的加。义是什么义啊？义就是上面一个阳，下面一个我。上面一个什么？阳，阳。啊、哦，意义的意啊，你是繁体字是不啦？是应该是吧，是同修给我的一个同修的父亲。哎、王嘉义。哦，在天上了，遇见天了。嗯。哦，在遇见他了，是、还需要小房子吗，师傅？65张吧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然后，请师傅再帮看一下一个91年属羊的女孩子，她的婚姻不好啊。哎。对对，是是的。闹得一塌糊涂啊，感情运很不顺利啊。嗯，对的，是的，她、哎、母亲这样子跟我说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针对这种情况，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许愿呀、啊，许愿呢，5000遍的那个姐姐咒。5000遍姐姐咒，好的。哎。那需要小房子吗？小房子要的，小房子要63张。哦，就写他名字的药经者是吗？嗯，消名字的药经者，还有这名字的化解冤结不就好了？哦，他是分开是一起呢？分开的，要。63张嘛，弄个30张，那个嘛33张，那个嘛30张化解冤结嘛，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我知道了。然后请师傅给开示我两句吧，感恩师傅。患得患失啊，听得懂吗？胆子嘛小的嘞，什么都不敢做的；学佛嘛懒的嘞，臭要死的。对，感恩。你说你有什么用啊，你自己要好好的出来像菩萨一样做人，菩萨才给你更多的加持的呀。是的，师父对不起，我你说有什么出息啊，整天那么捧了个电脑。哎，是网上看成忧郁症了还不知道啊。嗯，对不起师父。你说你感情好不啦？不好的呀。好啦，你不肯付出啊，谁付出给你呀、啊、我知道了师父。不要没出息啊，要改的、啊、明白了吗？ 好了，对不起。 师傅，然后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多念一点大悲咒，像你这种人。好的好的，我注意啊，你的骨头很不好啊，你缺钙啊。对，我骨头不好，然后我心脏也不好。对啊，心脏你跳得很微弱，你听得懂吗？是的，师傅，那我需要吃丹参片吗？要啊，你要化活血化瘀啊，让血液流通啊。嗯，少吃点嘛就好了，一天吃3颗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嗯，师傅法会成功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师傅好。啊。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向师傅请安。啊。师傅，我有个事情，请师傅帮我看一下。我情况特殊，明年我想去师傅那里，能不能顺利去成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19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，还是有些阻碍啊。嗯。还是有阻碍，师傅，我需要。多少小房子？你自己要念一个大经啊，自己要比方说要许个大愿，然后呢是念10000遍那个，念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啊。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，好的。你要到师父这里来，你不能想的，好像脑子里想着好像是哎呀我要脱离啊，怎么怎么解脱啊，不是这种，不是逃避呀、啊。是一种精神上感觉到我要有一种更新的啊一种理念啊，活得要对人类有贡献有意义，不是一种对过去的单位啊对过去的人和事啊觉得很厌恶，不是这种概念，听得懂不啦？嗯，懂了师父。要许愿力的，没有愿力怎么来啊，护法神怎么会同意你来啊？哦，好的师父。嗯，我今天第一次打电话就打通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好好改毛病啊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好的，师父，给师父给弟子指点一下，指点一下，一辈子嘛就是斤斤计较，
跟人家斤斤计较有好处不啦？嗯。你占了什么便宜了？一辈子都占不到便宜的。嗯。有什么意思啊？就只有吃亏啊。你跟人家越斤斤计较，你最后就是吃亏。学会忍让啊，学会原谅，学会放下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进步啊，你才会进步啊。嗯，是的。好，师傅，我学了，师傅学了白话佛法以后，我就全部明白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，所以怎么都是空的。对啊，有什么意思了？你告诉我呀。你想想看，你小时候争来争去有意思不啦？对的，对的，师傅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想想那真的很丢人的，真的一个人像个动物一样的拱来拱去，拱来拱去，像拱着自己一个猪圈嘛，稍微好一点，一个牛棚嘛，稍微漂亮一点，到最后嘛被到最后不是死了，牛也要死啊，猪也要死啊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是的，是的，师傅。哎。以前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我全部忏悔，然后全部再改。丢人不啦？想想看，丢人不啦？哎呦，竞争来争去要面子了，哟，这个谈谈那个谈谈了，哎呦，这个玩玩那个玩玩，这丢人不啦？像动物一样。所以菩萨说了，人形畜生是呀，听不懂啊？懂，听得懂，师傅。要改了，真的要改了，要干净啊，要高尚。做一个有益于众生的人，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师傅，我已经许愿一世修成，然后许愿清修，已经好几年了。然后师傅帮我看一下业障比例现在有多少？我之前做到梦境以前就是一开始是25%，后来16.5%，后来但是。弟子这边就是设佛台方面各方面就是没有庄严佛净土，后来感觉就是业障一下子有业障了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后来19年鸡的。感恩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属鸡的，还可以啦，因为你现在在清修啦，26，你不清修的话，你要。我看你过去到达过46啊，很厉害的。嗯，对，一开始很厉害，后来就是自己明白，学了白话佛法，各方面，有师兄们一起共修以后，明白了以后，就是慢慢的就是改自己，彻底的改自己的毛病，把自己改了以后，就是许了大愿，就是还有想以后就是能有缘分到师父那边去。嗯，好好修行最重要，到哪里去都是要救人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师傅明白了。好了。对的对的，拜了师傅。师傅帮我看一个，就是看我的父亲，有没有这个学佛念经的机会。那我妈妈说了，我父亲去参加了好几场法会，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学佛念经。他是40年属猴子的。有缘分的呀，好了。哦，还没到缘分呢，还没到。嗯，好。好了，好了。就看一下我的孩子有没有超度走，身上有没有灵性。69年啊，你是啊？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。对。79还是69啊？69年，69年属鸡的师傅。超度走了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都是颜色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看了，不要再看了。不说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预祝师傅马来法会顺利成功圆满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哎呦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你请啊，师傅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，师傅不要师傅背。嗯。师傅能看一下98年属老虎的。感恩师傅。98年属老虎啊。嗯。看他身上灵性走掉了没有。98年属老虎啊。对，1998年属老虎的男的。身上灵性还在呢。哎。他是大灵性是吧？是一个人呢，瘦瘦的。哎。是晒到脑后面吗？对呀、啊、瘦猴脸呢。瘦猴脸。嗯。他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78张。
哦，感恩师傅。你请师傅看他那个他的那个叫头疼颜色是什么颜色？是黑色吗？偏深色的。对，他很喜欢穿深色。啊，他现在那个灵性在搞他的那个前列腺。嗯。哎呦。他小便很不好啊，夜尿很多。他有血，你看他的血糖怎么样？他血糖病，他有血糖。糖尿病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糖尿病，对啊，对对。嗯，所以他们一直不好，已经影响到，已经影响到腿和心脏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啊，他的心脏经常有早搏现象。哦，他，你看到他一个晚年眼睛会不会不好？因为梦中梦到过。会的，右眼。眼睛会又会。右眼。哦哦。听不懂啊？听懂了，听到了。哦，感恩师傅。跟糖尿病有关系，要控制好糖尿病，听不懂啊？他不听呐，哎呦，他乱吃啊。嘴不能馋的，糖尿病嘴不能馋的。他乱吃东西啊，他哪听啊？他小孩他不听啊，吃背着去买糖买饮料喝，没办法。没办法嘛，就是很多没办法的事情嘛，随缘咯。就是真的随缘了。那他房间的灵性走掉了没有？还在。还在，还有多少小房子？刚刚就讲过了呀。房间里边。一样的。哦，那就是一个房，就是一个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没事有事问问人家，我这个电话是救命的，好吧？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哦，感恩师傅，请帮一个同学看一下，1962年的属老虎的，他跟一个，他不对，他是62年跟一个1978年是一个属马的，他因为他们办签证，在中国办签证，被这个属马的骗了50万，因为现在打官这个钱他刚付出来，他钱当天没有要回来。就想问一下，这个1962年属老虎的这个钱能要回来吗？一半多一点要回来。哦，嗯，那就1961。叫他再努力呀、啊！叫他再努力呀、啊！好了。哦，好。不念经有什么用啊？不念经有什么用啊？他念，他念，他念的，他觉得蛮好。好了好了，念经吧。他自己骗骗人，喜欢骗骗人，所以被人家骗。很多学佛的人都是自己也喜欢骗骗人，所以就被人家骗、哦、听不懂啊，那中介骗了，真的被中介骗了，他搞得很惨的。那这1962年属老虎的这个他的业障有多少，都帮他看看。28。好了，不看了，结束了。哦，好的好。28。好好好，感恩师傅哈，记得让他自己背啊、哦、不要师傅背，师傅保重身体，感恩感恩师傅，拜拜。喂你好。对，那那好。喂。喂喂喂，倒计时开始，5 4 3 2 1。 Hello， 快讲啊。 Hello， 讲啊。弟子跟师父请安。快讲啊。啊，弟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1986年属虎的啊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颈椎啊，颈椎这里，脖子颈椎不舒服啊。请问要几张小房子？要放生多少条鱼？32张小房子，放生要1300条鱼。啊，我想查一下我的莲花啊啊，地址啊，那个29413。29413。还在。在，感恩师傅，感谢啊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我家里的佛台怎样？几年属什么的？1986年属虎的。啊，观地菩萨来的最多。哦，怪不得我经常梦到观地菩萨。呵呵，看见了吗？呵呵呵呵。嗯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乖一点的啊，要正直点，做人正直一点，听得懂吗？你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孩子，你说要正直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好了，听得懂。嗯，只是我有时候每次会不足。对呀、啊。感恩师父。好了好了。感恩。嗯。感恩。好，再见谢谢再见、嗯。再见，拜拜。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